Section 2, Ollie, Ollie, Ollie! I got it! Ah, the one to the back, still walk slowly! Nice, take your time! Hey, Section 2, watch your front! Section 2, sorry! Yup! Up! Kara, low, cross! Up, check! One done, Karapan! One done! A Boys to Men, Mark's homegrown film director Jack Neill's first war comedy, a two-parter that's slated to be released first in November, and then next February, the movie takes on the topic of national service. The movie stars first-time actors Joshua Tan, Maxi Lim, Wong Wei-Liang, Noah Yap, and veteran actors Richard Low and Irene Ang. 为什么会想要做这样子的一个题材？ 我最近去做这个调查的时候, 我就发现到, 每个人都说现在的兵啊, 好像比较轻松了。 因为他们少掉了很多很多这个的确是，但是呢，我觉得他们的训练并不轻松，因为我在跟那些新的兵在谈的时候，他们还是觉得很tough。Even there are a few scenes that 他们被那个很tough 的 training 啊弄到哦，你看得到他们，其实呢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军队本身对训练的要求了，他可以这个没有，但是他最重要的 training 他一定要有，所以这个是我的理解。那么我是觉得说这部电影呢，能够给观众带来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说你可能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当兵。 的确是很多人，然后我更多妈妈也说过，妈妈就说，对呀，为什么要当兵呢？还是有一些妈妈这样的想法 ，OK？ 然后呢，我是希望在这部电影让大家明白为什么要当兵，我们当兵的意义在哪？那四个主角当中，你有哪一个是特别觉得是你跟你比较像呢？当兵的时候，其实这四个人呢，都是很像部队里面的人，因为每一个部队里面呢，一定会有一个罗邦King， 一定会有一个呢，大家很想打他的人，<笑>一定会有一个呢，每次出点子大家很 support 他的人，所以我就是根据军队当年当兵的一种印象，然后再做跟他们做深入的谈话了解，说我们定下这几个人物这样。那你自己当兵的经验是好的吗？很多人觉得我疯狂了吧？我告诉你，我真的喜欢当兵，因为我当年呢。 中学GCO level 之后呢，我就没有办法上 poly， 也不能上高中，因为 because result no good。但是我的 result 刚刚好可以进 OCS，so I joined the OCS，and I passed out as a second lieutenant。and 我觉得那个环节啊，改变了我人生很多。就从那个时候呢，给我一个很不一样的方向。因为当时都是以为读书嘛，可是书读不好怎么办？ 但是我从军，可是我一从军之后，我发现到在军队的路上了哈。虽然呢有很多苦跟乐了，但我现在一直回想啊，我还是觉得说在当兵的日子，其实我是我相当快乐的日子。虽然那个时候我的 OC， 我们的 section commander 怎么样的感我们要来看好定。那现在我在跟他们重讲的话，我的感受很强烈，所以他们看我拍这个戏，他们觉得我很开心。那么战争的画面应该是在下一集才会出现是吗？没有，其实是我们是第一集就会有战争的画面，然后第二集有另外一些战争的画面，所以我们会平均分配一些效果这样。 那么新加坡到底是跟谁战争？哎呀，a lot of people are asking me。我们戏里面呢，我想你们看电影之后啊，你们就明白了。是跟 neighboring countries 吗？I don't want to say, but you find out yourself when you see the movie。现在讲的敏感呢。<笑>